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又是个很特殊的日子，你这个是我们刚拿到手的，等了时间不长，因为这个是刚出不久，所以很多商店它都有卖的，所以我们很幸运的就很快就拿到了。这么一盒呢，里面有八小盒，然后一盒呢有两包，哎，不对，是两包，四包，是两包 1.0 和两包 1.5， 就是英文版的 1.0 和 1.5。 1.0 和英文的 1.0 呢和 1.5 呢是日本的1到3，是这样的， BT1 到 BT3。 所以这里面呢就有 BT1 的到 BT2 BT 和 BT2 和 BT3 的卡。今天我要和 Alex 一起打开看看。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就是这个样子，这么一盒 Premium Pack 01，有四包，加上两个赠送的这个 Promo Cards。 这是什么 Rice Cream？ 这是 Rice Cream 的那个意图，应该是，你看，就是这个，每一盒呢都有两张，都送两张，所以呢不是很稀有，然后会得到两包 1.0 加上两包 1.5 的卡。好的，来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们把它打开看看啊。还不是很好打，这是有两个胶条要把它撕开。如果要想保留这个盒子的话，就撕这个胶条，这样这么把它打开。如果不想保留的话，就随便一撕，它就把盒子撕坏就完事儿。哎，好，这个保留不保留都无所谓了，我这也撕下去一块，嘿，无所谓了。看啊，现在我们把它拆开，这里面就有四包卡，外加两个赠送的这个是，这是两张，两张是一样的，你看啊，两张卡这里面有，一模一样的。这个呢我们就不拆了先，然后呢我们今天来拆这个 1.0 1.0 1.5 1.5，这么四包。据说呢这个里面呢会抽到，还有很大的几率抽到好卡，这个里面据说啊，我们也不是很清楚，因为这是第一次拆，我们来看看。我们先从这个拆 1.0 Omnimum 这包拆，看看里面有什么，能不能是个闪的。因为你要买那个盒的呢，8到9张闪卡，但其他的全部是闪卡，24包的那一盒的。但是这个呢，如果幸运的话呢，没准一盒里面你就可以抽到2张或者3张，或者你更幸运呢，就能抽到4张闪卡。但是估计是很难很难。来，让我们看看啊，
幸运的话呢，能抽到两张就不错了。这么一盒，哎，第一包，嗯，没有闪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把它搁在这边。我们再拆一个 1.0， 把两包 1.0 先拆开。这包能不能有个闪？这么一盒四包，如果一张闪没中，那就亏了啊，那就亏了。你觉得好像看见个闪卡。你看见闪卡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。你觉得呀？嗯。我们来看看啊，看你说对不对，对不对，对不对，是不是闪？还有一张，最后一张是不是闪？啊，也不是，也不是。好吧，那我就觉得不是，我看见一只白色。嗯，没有关系啊，那我们就只要开出一张好的闪卡就够本了，可以这么说。但如果四包呢一张闪都开不出来呢，那就亏大了，那就亏大了，那就亏了。出一张以上就还行，开出两张最好，开出三张就非常非常好，开出四张那你就中奖了。好 ，Davis， 山龟梦，开出一张来，是不是 Alex 有一张闪了？但是呢，这张闪我们已经有了，是上次开那个1.5的那盒里面。就有这一张啊，我们把它先放这儿，先放这儿。最后一包 1.5， 看看会不会中奖，开出一张闪卡来。这是我看见的闪卡吗？你又看见一个闪？我看见一个闪卡了。真的？真的吗？有个闪卡。有个闪卡呀，我都没看见，你看见了？嗯。哎呦。啊，看看这张闪卡是 Alex 说的，这是那个 VMO， 不是那个 VMO， 有一个 VMO 也非常好，很难的一个 R 卡，很不错的。哎，Testament， 不是一个闪卡，这就没有闪了，这没有闪了，这一盒开出一张闪卡，还行吧，闪龟梦就开出这么一张。还行吧，不是最坏的啊，最坏就是四包一张闪都开不出来。好的，我们呢今天给大家个福利吧，我们再拆，本来想多做几期视频拆这个的，但是这么一期拆两盒吧，无所谓了，拆两盒吧。都两盒吗？你还想多吗？我们就拆两盒就够了 ，Alex。这就我就不拆那个胶条，就把盒子撕坏吧。反正我盒子也不想留着了，这样就给它撕开，就比较容易撕开。这还是两张 ，Rice Grimmon， 两张，还是跟刚才一样，两个 1.0， 两个 1.5， 嗯，这么两个。 Alex， 这次你先选，我们从哪一包开始拆，你指一下。这个嗯，好，我们就先拆这个 1.0， 看看 Alex 选的能不能中一个很好的闪卡。边，这个扔掉。Madoc Fire 还有 Kiramon， 不是闪，
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哪是一点零来着？哪是一点五来着？无所谓了。嗯，好，就是搁这儿吧。好了，艾薇再选一班吧。嗯，这个呀，好，我们再把这个一点零的拆开，看看里面是不是个闪。有一张闪吗？南瓜头，这个是Peter 蒙，这挺有意思，这名字 Joe Kido， 还有 Lily 蒙，又没有闪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拆这两包吧。哪个？你指一个。这个。这个呀。好的。希望这个是上了啊！刚才那个就是拆到第三包，好像拆出一个闪来，是不是？嗯、这包看看能不能拆出一个闪来。哎，这我看这个三颗，跟前的那个。Ken 和 Vimon 没关系，这个 Vimon 好像也是很不错的一张卡，他现在好像他的那个价格跟一个闪卡差不了太多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再开最后一包 1.5 的，这包应该有闪了吧，不会这一盒一张闪都没有吧，真让我们说中了，一张闪都没有。我找个 V 梦叫。哦，找个 V 梦也不错，是吧 ，Alex？ 嗯。看看啊。嗯 ，Penguin 梦 ，Hago 梦 ，Mika Gago 梦，哎 ，Mita Mami 梦，哎呀。这一包呢不是很好，一张闪都没开出来。哎，这个一般了啊，这盒一般了。嗯，没有关系，我们下次可以再接着开。两盒，这个两盒抽中的两张卡，加上给的这个四张。嗯，好的。就这样，我们下次再见，谢谢大家观看。